在我眼里他还是单身呢。I love， 哎，等一下，秋在哪里？没看到啊 ，I love you too。好 ，OK。那刚艺林在台下说他上来要去抱邱泽，我想应该不好吧？人家老婆在下面。哎，非常漂亮，徐伟宁啊，欢迎欢迎，太美了，实力派的演员，也是我们的影后。今年他还多了一个头衔哦，他是我们国际新导演竞赛的评审哦。好棒啊！哎，问他专业的问题，他一定是侃侃而谈的。问他私生活的话，哎，他惜字如金啊。哎，在我眼里，他还是单身呢。I love， 哎，等一下，秋在哪里？啊，没看到啊。I love you too。好 ，OK， 锦华也来了。锦华是我们一整年来的风云人物啊。哦，表现得可圈可点，大家都好喜欢他的表演。别人是把角色演活，他是把苏妈妈活活演死了。这不是彪哥吗？彪哥也来了啊！哎呦哇，今天他跟哈娜坐在一起啊，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已经和好了嘛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今年当评审是有一种在发现宝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台北电影节挖到的宝藏吗？对不对？谢谢台北电影节，谢谢评审的厚爱，好像是我得奖了一样。谢谢。那刚艺林在台下说他上来要去抱邱泽，我想应该不好吧？人家老婆在下面。邱泽说好的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哇！邱泽，哇！我唔知阮某咧看电视无，妈即个阿成啦，你会记得无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